好，下面开始渐进教学。这个 wave 呢是从下身的上，然后第一步脚跟同时往外打，第二步踩下去的同时身子往下蹲，像这样。第三步把胯顶出去，然后脚打直。第四步把肚子挺出来，像这样。第五步把胸挺出去。第六步把肩提起来。第七步肩放下去，把肘提出来。第八步、第九步、第十步、第十一步。然后右手做一个 wave， 像这样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、四步、五步、六步，就以前教过的 wave。做完以后收回来一点，左手再做一个 wave， 然后右手再做一个 wave， 同时做 wave， 慢慢的摆着身子，然后放在手贴在裤带上，然后我们再来一遍。像这样，对，你学会了吗？